你要跟舅妈说什么？他刚就是要跟舅妈说话，来，你看你要讲什么？什么事？你刚刚去哪里玩？公园。公园哪一个？哪里的公园？啊？我哭了。你就哭了，你就哭了、哦。为什么哭？为什么哭？是因为你不想要回来，是不是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想要跳那个从小的，小的跳到高的。啊，那个杠杠，然后跳不起来。不是。那是什么？那个是小。小小的圆圆的像椅子一样再跳到比较高的、哦、然后、哦、对，然后那等一下再去踹踹看就好了。不是，然后怎样跳摔倒摔倒了，就是然后妈妈就后来，是拿手机掉了。